大谷九局下把握机会敲出安打，不过队友没能适时支援，天使惨遭完封。美联社第九局九局下，沉寂了八局的天使趁运动家再度更换投手帕冈 Emiliano Pagan 不稳之际，终于展开攻势，而大谷把握这次上场打击机会，一样瞄准第一颗球就出手，敲出中外也平飞安打上一垒，下棒费南德兹也补上安打，西蒙斯又遭到触身球保送，形成无人出局满垒。没想到下棒佛烈气先敲出飞球遭截杀，科瓦特敲出的平飞球也直接进了三垒手手套，最后布里希诺仅敲出滚地球遭刺杀，三人出局，比赛结束，天使0-7遭运动家完封。请继续往下阅读，大谷九局下把握机会敲出安打上垒。法新社第八局八局下，科瓦特又敲出深远安打上二垒，已出局后，杨恩也选到四坏保送上垒，不过运动家不愿给天使丝毫反击机会，当机立断更换投手巴克特 Ryan Bashter， 马上连送两次三振，让天使再度无功而返。八局上，天使终于首度让运动家再次以三上三下。第七局七局下，大谷第三次上来打击，然后没能出现安打，仅敲出内野滚地球遭刺杀出局。第六局六局下，天使打线惨遭运动家先发杰克森压制，持续熄火，三到六局都惨遭三上三下。第四局四局下，大谷为首名上场的打者，不过他打第一颗球敲出内野飞球遭接杀出局，普侯斯虽然敲出安打，但下棒西蒙斯却又敲出双杀打，让天使再度无功而返。四局上，运动家开幕先锋西米恩又开红洋吹炮，演出单场双响，而天使先发史卡格还在迷航，连续遭查普曼劳瑞敲出安打后也被打下投手丘，天使紧急拉上罗布雷斯接替登板，不过仍被运动家敲安再掉分，以7-0遥遥领先天使。第三局三局下，杨恩一上来虽然就选到四坏球保送，不过卡胡基出飞球出局，阿普顿敲出深远飞球遭运动家中外野手接杀出局，跑过头的杨恩来不及回垒遭刺杀出局，形成另类双杀打，让天使惨遭三上三下。三局上，运动家一出局后，戴维斯轰出中右外野阳春炮，帮助球队再下一城。第二局二局上，运动家又有攻势，皮斯考提先敲单上垒，史卡格接下来虽然用三振解决下两名打者，拉克罗伊却又敲出安打，西米恩瞄准第一颗球就开轰，三分炮竹运动家4-0领先天使。运动家开幕先锋西米恩开轰。美联社西米恩今天火力全开。美联社第一局一局下，天使卡胡一上来就遭到三振，阿普顿敲出二垒安打，大谷翔平挥棒落空遭三振，接下来运动家虽然发生不易，不过普侯斯也只击出飞球接杀出局，让天使留下三垒的残垒，大谷翔平手打齐遭三振，黯然下场。法新社一局上，运动家开幕先锋西米恩就敲出二垒安打，查普曼再敲出中外也平飞安打，助运动家先持得点先发名单。运动家队一，西米恩 Marcus Semien， 二，查普曼 Matt Chapman， 三，劳瑞Jack Lowry， 四，戴维斯 Keith Davis， 五，坎哈 Mark Can， 六，皮斯考提 Steven Piscotty， 七，品德 Chad Pinder， 八，劳瑞安诺 Raymond Laureano， 九，拉克罗伊 Jonathan LaCroix， 先发投手杰克森 Edwin Jackson， 天使队一，卡胡 Cole Calhoun， 二，阿普顿 Justin Upton， 三，大谷翔平四，普侯斯 Albert Pujols， 五。
西蒙斯 Andrelton Simmons 6佛列契 David Fletcher 7科瓦特 Colob Convert 8布里希诺 Jose Brisnell 9杨恩 Eric Young Jr 先发投手史卡格 Tyler Skaggs